OK， 我们又再回来成绩啦。今天我们倒回来主要目的是拍他们这个美食，因为他们的东西真的是不错。重点是哦，他们的东西是不咸，这才是重点。我们要自己来 try 它。然后今天老板娘也很好，她招待了我们很多很多食物，就像好像有那个新洲米粉，然后还有这个福建炒欧大欧大。我这边我大我大自己做咯，他们是用鱼肉来做的，这就是槟城的我大我大。This girl is on fire。 今天有不一样的甜品，就是桂林糕啊。我先讲啊，这边的桂林糕跟外面不一样，外面的桂林糕是就是一个了嘛，就用刺嘛，然后加蜜糖，对不对？但这边的不一样哦，这边是加那，它是掺那个凉茶，然后里面才是这个桂林糕，很特别。没有，我是第一次这样子喝过了，可能你们也喝过。走，我们是觉得好吃，所以我们就向大家介绍这些哦。好吃不好吃也是看个人口味。OK， 那我们下期再见。加啦，等下咪。